那就好办了，那就行了，那就没有压力，反正我们这边尽量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就行了，那就行了。OK， 那就好办。因为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今天一天，我还是不能放到明天，放到明天再做就臭了。所以说今天我跟你哥沟通过，就是说有多少都要做完，我能做到我做多少，做不完的你今天都要提出来，要不然明天就臭了。